哦，你看台南市十几度了，很冷呢，早晚都很冷，中午比较热。台湾万里长城，白河那边啊，赤崁溪那边，以前的中什么电影文化城啊，中国电影文化城还是什么？天气冷，要做好保暖，要戴帽子啊。兵马俑。很冷还穿短袖，很冷要穿长袖啊。早期古早的文字是从右边向左边，后来电脑盛行以后，变成从左边到右边。